朱莉安，你别犯傻了，你为了那两个人根本就不值得。朱莉安，哎，赵阳，过来。赵阳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有什么好好跟他说，别再刺激他了，行吗？我刺激他？你要不把他带到这儿来，能有这种事吗？你有男人别干这样事儿啊！哎呀，别吵了，赶紧去吧。领导。领导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别干傻事儿啊！你先下来，下来什么都好说。我跟你说，我也有我自己的难处。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张扬，咱们俩离婚吧。这种日子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我想重新正常的工作，正常的生活。我要的生活，你既然给不了，你就放了我吧。行，你只要不干傻事儿，怎么都行。你先下来好吗？你先下来。你答应了。我答应你。怎么办啊？正阳，你放心，我会补给你一个家的。你补给我一，不是你现在说这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尽我的所能，弥补我之前和现在对你的伤害。你再这么继续下去，才是对我更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 Blues， 也是为了我。你想多了啊！我做这些顶多就是为了布鲁斯。张扬，你不要再骗自己了。你要不是为了我的话，你干嘛要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套房子？你不就是想让我们安安心心在这儿住下去吗？行了，我就挑明了跟你说吧，这套房子根本就不是我给你买的。那是谁买的？龙东强给你买的。知道了吧？那朱莉安呢？他们人呢？走了。狗男女。你知道个屁呀！就狗男女。你扔谁呢？啊？你扔谁呢？你啊？啊？那我坐着听听你俩聊啥了。哎呀，行了。想什么呀？狗男女不对啊。干嘛你？你来呀。
足亮，你别不开心了啊！哎，这样，回头我跟高宁帮你出气，把张扬套一麻袋，狠狠揍他一顿，对吧？把他打得缺胳膊少腿的。对，来喝一个吧。丽丽，你跟龙东强闹了这么久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们俩要是真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我跟龙东强真离了，那我一定会忘记曾经所有不开心的事情，去寻找真正快乐的自己。牛，你呢？你别问我啊，我现在哪有资格说这个呀？我可是被人甩的。是啊，我问这干什么呀？喝吧。什么甩不甩的，那都不重要。我们要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，展望美好的未来，对吧？没错。可我觉得，这孩子会不会跟张扬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然张扬怎么对他们娘俩这么好呀？如果这孩子真是张扬的，那他做这一切我都能理解。可恰恰是因为这孩子应该是跟张扬没有什么关系的，可他能为他们母子做到这样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，他还是爱那个女人。什么爱不爱的，别想那么多了啊！你看，现在高宁是单身吧？你这个也即将步入离婚的殿堂，我呢，紧随其后，绝对不拖我们这个小分队的后腿，好吧？来来来，静即将恢复单身的，喝一个。